在操控无人机方面，尤其是智能化的无人机方面，会更加的有优势。因为一名飞行员可以专心的去操控像 G20 它的飞行高度、飞行姿态那么更好的适应这种任务的需要。而另外一名飞行员呢，可以针对更多的这个无人机进行指挥和控制，调整编队或者说分配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目标。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。